吴挺家 CUBA 的三分王，这个应该是小 case 了啊。吴挺家现在出手了，三分王居然没有投到篮筐的前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阿迪力，阿迪力，阿迪力是哇，差一点点。两队以这样的命中率，怎么参加我们跟追梦队的比赛呢？杨晨不但没有投进，还打掉了摄像头。好，然后我们的超级控卫刘洪博，博哥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用力一点。哇，这个命中率真的惨不忍睹、啊！你们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想不到我们的彭闪闪跟三分威跟我们的 SKY 也差不太多嘛。彭哥脸上没有笑容，彭哥脸上没有笑容。